起心动念就不平等，就不平等了。啊，真平等心性。为什么佛还说四十一个阶级？清凉大师在《苏超》也就是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些说佛也可以，说化身菩萨也可以，他们无始无明虽然断了，习气还在呀！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这四十一个阶级是无始无明，习气有厚薄不一样。刚刚破无明烦恼的，当然习气比较重一点。啊，很久以前。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的习气就薄一点啊，是从习气厚薄上所说的啊。这习气厚薄与自己修行或者是度他有没有关系呢？给主说没有关系了，毫无障碍。所以在华严经上，初住菩萨他的智慧德相跟究竟果位的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初住就成佛了。就像普门品里面呢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啊，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，应以菩萨身得度，他就现菩萨身，他能够随类现身啊。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智慧德相圆满地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清凉帮助我们把这个疑问化解了。啊，化解对我们修学呢来说呢突破了一重障碍。立住有也是涅槃的意思啊，所以它有灭有度的两个意思。又娴熟心经六素，华严宗娴熟大师啊，是清凉的老师，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，他有心经的注解啊，叫六素。这个里面也讲到说涅槃慈云缘起啊，这是新翻的啊，翻成缘起，为得无不备成缘，障无不净乐器啊，这把两个字给我们一个标准的解释。缘是什么呢？智慧德相也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如来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具足，
没有一丝毫欠缺，这叫得无不备，这是圆的意思，圆满的意思，没欠缺。啊，即呢，即是讲障，啊，障是烦恼，也就是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断尽了。啊，或者大乘教里面常说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通通断尽了，这叫即。即是从断德上说的。啊，这是云集两个字的意思。又真解曰，真解是日本人啊，日本的法师在中国留学，亲近智者大师，亲近善导大师啊，以后回到日本去之后，把大乘佛教兴旺起来，就是他们这些人啊，这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呢，有这么几句话，说一乘法界得被恒沙了，语言的意思啊，这也说得很好啊，意识意识理啊，也就是讲的智慧德相充遍法界，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只有正得究竟的人，他知道啊，啊，佛法里面说，为正方知啊，啊，这些诸佛如来，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。那我们要问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我是不是一体呢？给诸位说，是，跟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体，跟任何一物也是一体啊，虽然是一体，你现在不承认嘛，也就是你没有证实它，这个证实证实证明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证实呢？因为你有烦恼，你有习气，啊，你有障碍，啊，这个障碍呢，佛家讲两种，两大类，一个烦恼障啊，一个所知障，有这个东西障碍住，你不能证得。等障碍如果都除掉了，你就证得了。恍然大悟啊！啊，真的是一不是二啊！贤首过世，他有一篇论文啊，在佛教界非常有名的，叫《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》。这篇论文不长，就讲这段事情。我的气，生命的气，一切万法究竟怎么回事情？啊，特别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提穷真心妙觉
相累为己。体是理体啊，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物的本体，也可以把它解释到我们能够体会到啊，体会到，体会到真性啊，体就是真性，真性就是体。心经上讲的几句话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空是真心，色就是体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啊，相有体空，啊，体空叫真空，这个空不是当没有讲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以为空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的，空什么都有，就很难懂啊。那相有呢，有即非有，真空不空啊，啊，妙有非有啊，真空不空，这是寂的意思啊，圆寂啊，啊，进入这个境界了，你得大自在了啊，妙觉，这两个字就是方便啊，善巧方便啊。你在生活当中得大自在了啊，得真正的乐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累，累是我们今天讲压力、烦恼、忧虑、牵挂都在这个累字上，你全都没有了啊，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得大自在啊。境是物质环境，语言是人事环境啊，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里面得大自在 啊，这其的意思。先说过失，这个说得好啊，这个真解里头说上至经论啊，上面经是佛说的啊，这个论是祖师大德他们做的啊，上至经论，表法身大师专治佛果，不住毁灭，但为饶以中下二乘，善巧方便而示现入灭之相。这把中下两个字说出来了啊，下是什么？小乘啊，中乘跟小乘为他们实现的啊，上上乘人、大乘人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演戏给他们看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以为释迦牟尼佛真的灭度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，我们要学法身大师专治佛果，
不住毁灭。啊，毁灭是什么意思呢？毁身灭智，这小乘人啊，在佛门里面，神识离开身体了，我们是人死了，死了用火葬，火化，这就是毁灭。啊，小乘经里面常讲毁身灭智啊，这个身体烧掉了，毁身。啊，对于一切万法没有求取之心了，这叫灭智。啊，毁身灭智。化身菩萨他不做这个事情，他专制佛尘，佛尘就是一佛尘，在佛门里面称为一乘教，啊，一乘教是对谁说的呢？对上上根人讲的，啊，不是对大乘，啊，大中小的是三乘，那是方便法，一乘是究竟，啊，究竟之果啊，这叫一乘，啊，那么一乘经，古来祖师大德。啊，公认的有三部成佛的经典，叫一乘经，华严、法华、梵王。啊，华严跟法华传到中国来了，梵王经只有一品，啊，没有完全到中国来，只有一品。啊，菩萨心地戒品啊，可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本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古大德呢也把这一部经判如一乘啊，为什么呢？华严法华到最后的究竟圆满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华严经才圆满了。那这部经专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就是说华严法华到最后的归宿是无量寿，所以这个经呢变成一乘经里面的一乘经了。这个说法正确啊，所以在前清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最后的这一卷，就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一章，从华严经里面特别提出来，复印在净土三经后面，号称净土四经。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他这样做对吗？对，有理由啊！你看看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，下莲居老居士
会记的。我们现在念的这一部分是德尊普贤第二，我们于是就知道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修什么？通通修普贤法门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也读过。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法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。啊，所以普贤法是任何一个菩萨都必须要学习的，他才能成佛。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。啊，极乐世界完全是修普贤行的。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呢，也就跟华严经平等了。啊，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就说过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他说出这个话，换一句话说，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。啊，还有个佛说阿弥陀经，那是小本华严。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。啊，把这三部经等量齐观，啊，完全摆平等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这部经的分量啊。啊，往后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历史非常重视。啊，跟印度人不一样。啊，印度人确实不重视历史。啊，他们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啊，世世代代的相传。啊，可是在中国，古圣先贤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生，相当中国啊，周朝时候，昭王周昭王24年驾崩，释迦牟尼佛出生。释迦牟尼佛过世是在周穆王53年。要照这个算法，释迦牟尼佛圆寂到今天是3037年，这中国人记载的。啊，跟外国人记载的不一样。那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。啊，正法1000年。相法1000年。这2000年去了。佛法传到中国是相法时期来的，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年，佛法传到中国在相法。啊，末法呢10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现在第二个1000年呢过了37年。
时间还很长啊。所以其他很多宗教讲世界末日，佛教没有这个，没有末日之说啊。释迦牟尼佛法运后面将近九千年了，这第二个一千年才过三十七年了啊。那么法运，佛教有兴有衰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有兴有衰，不会灭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会灭呢？九千年以后，佛法才会灭了，才会灭了，在这个世间灭掉了。那么最后灭的一部经，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灭掉之后，那还剩下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留在人间，又还多留一百年。啊，我们了解这个事实，对我们学佛的信心会增长。啊，这个世间有没有灾难呢？肯定有。啊，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。像太上感应篇所说的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。那福怎么招来的呢？这个地方居民心地善良，行为善良，福就来了啊，灾消福来了。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心行不善，违背了伦理道德啊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呢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我们的思想违背了，我们的言行违背了，那就福就没有了，福消掉了，祸就来了，那灾难就来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我们反过来，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能跟这四科啊，这四个科目啊相应啊，也就是我们认真去学习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那就灾就消掉了，福就来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啊，非常难得，这近代外国些科学家、量子物理学家了，把这一桩事情证实了。啊，他们说，心态能改变一切，包括环境，跟佛说的一样。佛在三千年前说的，这是现代才发现。啊，他说得好，啊，这桩事情如果能普遍，啊，大家普遍都知道了，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，我们有能力把它化解，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，啊，不正常的都能恢复正常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在劝导这些科学家研究佛学。啊，他们如果来研究，肯定让这个科学会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我常常讲，经常有三句话，啊，不能不记住。第一句话佛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
这就是近代啊，这个量子力学家讲，意念主宰一切。啊，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叫祸福无门。你自己怎么想？你想的是善，善就来了；你想的不善，灾祸就来了。啊，不是有个主宰呀，自己主宰呀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啊，另外两句话非常现实的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啊，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了解，我们心安理得了，道理明白了，啊，你在这环境里的心是定的，是安的，啊，你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摇。啊，知道相由心生，啊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健康状态，只要心好，只要念头好，我们的行为好，你一生不会生病的。你年岁再大不会衰老啊。这相于心生。啊，如果意念不善，里面充满了贪嗔痴，啊，名闻利养，啊，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这是病根呐，这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？啊，一定要把这些念头转过来，啊，念头转过来了，身心健康，啊，家庭和睦。事业顺利，啊，社会祥和，连居住的地球灾难都能化解，这有大道理在啊！啊，所以这法身大师专治佛果。啊，我们的志向，我们的愿要用的转。我们这一生求什么？求佛。啊，学佛就是要成佛。啊，怎么成佛？释迦牟尼佛样子已经做出来了。我们能够依教奉行，啊，就能达到他那样的效果。啊，不住毁灭的，跟小乘不一样啊。毁生灭之消极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相是为什么呢？扰夷中下而成。啊，为什么说这个是说这个是扰夷啊？下面有说明，有解释。啊，这是善巧方便，而视现入灭之相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下面解释如。法华受量品喻，若佛久住于世，不得之人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无欲，若于意想妄见妄中，这是什么呢？佛要是久住世间。真的不得之人呢，不种善根。为什么呢？佛常住啊，不要紧啦。今天过了还有明天啦，今年过了还有明年啦。今年不学没关系，明年再学吧。反正佛在嘛，佛也不在了，
这着急了，不能不真干了。一般人心里都有这个缺陷，啊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我比别人就认真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台中人，我到台中来是学习的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啊，住在台中的同学，啊，老师在那边不走嘛，哎，他们就懈怠，他们用功没有我那么勤，啊，因为我知道我随时要走路的，啊，能有一天的时间认真努力好好学一天，他们不是这个想法。老师常住在这里，啊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后头日子长得长得很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我在那里学成了，他们没学成，原因就是这个结果所说的。啊，所以佛对于这些人，不能不示现灭度，这一示现灭度，哎，度了很多人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这想想怎么办？老师以前教的是什么？好好去想想，啊，认真的去学习，嗯，能够激发一些人觉悟了，明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示现呢，灭度啊，也是一种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。啊，将悟还没有开悟，这一招示现呢，开悟了。啊，我在早年，啊，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老师。啊，大师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，啊，星期天我放假去找他，啊，向他老人家请教。三年之后，他老人家往生了，走了。啊，他火化是特别给他造了一个火化炉，啊，那个时候有甘珠火符，啊，在这个火化炉的旁边搭了一个帐篷，啊，我也在帐篷里面住了三天，啊，三天，认真的去思维，老师这三年教了我些什么。我学到了什么是什么？啊，认真去反省呐。如果他老人家常在呀，我们就不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了。啊，所以他这一走了，对我是个当头棒喝。啊，好在三年时间虽然不长。我学佛的根基奠定了，啊，以后亲近李老师这个十年，才有这一点成就啊！如果没有那个三年的扎根，啊，在李老师麾下十年，也不可能有成就。啊，所以种种示现的，对我们学习的人来说，学生来讲的话，都有很殊胜的利益。啊，所以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
不得之人。啊，不是说他没有德行，不够厚啊，敌不过烦恼习气。啊，不种善根呢？善根是什么？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，能生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所以叫善根呢。啊，今天佛法衰，衰在哪里？大家不种善根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了，十善业道没学好，没落实。啊，出家不但要落实十善业，还得要落实沙弥律仪。啊，如果不能落实沙弥律仪，那不是出家人呐，那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贫穷下贱是形容话。啊，什么贫穷啊？道业贫穷啊，戒定慧三业贫穷啊，你没有啊？啊，不是指世间这些财富，功用不是指这个。啊，这是指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你在这上缺乏太多了。贪着无欲啊，无欲是财色名食睡啊，若于意想妄见妄中啊，成天幻想，我们一般所讲的心浮气躁，若见如来常住不灭，便其骄姿，而怀厌怠，不能生难造之想啊，恭敬之心啊，这都是把这个如来要是常住啊，学生会产生这些错误的观念啊，骄慢。啊，对于学习呢，逐渐厌怠、懈怠了，啊，觉得讨厌了，这些都是从不种善根来的。你追究的根本原因，他没有善根，啊，所以这三个根呢非常重要啊，啊，为什么古时候？啊，不要说太久了，100年前，一个世纪之前，学佛的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能成就。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善根深厚啊！啊，对老师真有恭敬心呢、啊，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。这个根咋得稳呢？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，小孩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找好老师找不到了，好老师老师不见了啊，也就是。师道没有了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孝道，师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想在佛门里头有一点成就。这个课程
不能不补出来呀！现在讲补习呀，要把这个课程补出来。补十善业道，可是十善业道现在为什么做不到？十善业道还有根，什么是十善业道的根呢？太上感应篇是十善业道的根，太上感应篇还有根啊？什么呢？弟子规是太上感应篇的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要从这里学起。弟子规好比建房子第一层楼，十善业道是第二层，这个感应篇是第二层，十善业道是第三层，没有第一层哪来第二层？你要知道怎么去学法，有了这三层之后，这个出家人再加一个沙弥律仪第四层，然后无论是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都会有成就。学儒能成圣、成贤；学道啊，能成神、成仙；学佛能成佛、能成菩萨。没根怎么行呢？根太重要了。纵然我们今天讲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你这个十善业道没有学到的话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成啊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决定不能疏忽。他说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人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什么人到那里？上善啊，这个善就是十善啊，上品十善。一般人修上品十善，多半生忉利天啊，不想出六道轮回的话，生忉利天的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标准的条件呢。后面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修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个话多重要啊！你要有善根，你要有福德啊！因缘那缘分是遇到了，你遇到这个经典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你有因缘啊！善根是什么呢？能信能解。福德是什么？真干啊，这个真干包括这三个根啊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你要不真干真学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不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佛没有骗我们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啊，到那个时候去不了，自己要负责任。真正是个明理的人，事出世间这些道理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，才知道任何一个人一生的际遇要自己负责任，都是自作自受啊。不是说上帝来做主的，没那个道理啊。
啊，佛菩萨保佑啊，也没有这个道理。佛菩萨保佑是佛菩萨教你这些东西，保佑你。你听了，听懂了，你学会了，真照做，这就是佛菩萨保佑。啊，如果不是不肯真正干，你这一生空过了。啊，尤其现在灾难很多。啊，灾难当中死亡的这些众生。啊，我们每天这个道场的修行，我们这里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。啊，这些人过世了，到哪里去了？都是随业流转。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。啊，人生第一难得的第一大事是遇到佛法，遇到之后能信能解，能依教奉行，这一生能够永脱轮回，不但脱轮回，永脱十法界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是什么品位往生，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真想去，你把这三个根扎好。啊，就是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业，要真正做到。啊，然后发心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经上讲的条件，我们通通去做了啊，这非常重要啊！所以世尊，这个第八相示现灭度啊，无非是让众生呢生难遭之相啊，恭敬之心呢就起来了。啊，是故如来虽不实灭而现灭度，这已经讲真话。啊，佛有没有灭度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是做出样子给中下根性的人看的。啊，非灭现灭，古云实现。啊，它不是真的。作此示现呢，为度中下疾苦。若是上根，再见如来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本立生灭，何有涅槃？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面讲啊，如来啊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叫如来。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道理很深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透彻。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跟佛确实没有两样，只是我们迷而不觉，还在造罪业。啊，诸佛菩萨了，觉而不迷，他得大自在。啊，确确实实跟我们和光同尘。实际上他一尘不染。是故随智者大师读法华药王品，亲见灵山一会俨然为善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灵鹫山讲华严经。啊，智者大师
是唐朝时候人，距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了。啊，你看他在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品啊，他入定了。啊，定中突破了时空的维次，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就听了一堂课。啊，回来出定了，告诉大家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《法华经》这一会现在还没散，还在继续讲。啊，人可以回到过去啊，也可以进入未来啊。啊，有这个定功就行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所说的，用方东美先生的话说，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，现在哲学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佛经上全有。啊，所以我学佛，老师给我介绍，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。我那个时候跟他学哲学，我不是跟他学佛法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那我学了59年了，现在发现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也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今天这个物理学家发现的量子，在佛经里面通通都有，比他说得更清楚，说得更圆满。啊，佛怎么见到的？定中见到的。啊，定中，所有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，亲眼看见的，不需要用仪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